看到了几个漂亮的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很大个。哇，这个就像那个馒头一样，这个好圆哦。这个这里是今天最后一个地方了，哇，这几朵真的太漂亮了。那边还有。哇，这个要是会下几天雨就更多了哈。嗯，下雨了就没这么厚的了。你们看看，好漂亮啊！ 这些是我们前年种下去的，今年长第二年。那边还有。哇，这里几个。像这种已经开了一点点的就可以采了。好看，会长的就会长，不长的有的树一棵都没有。哇，这个大。是啊，这个东西靠天吃饭的，那你看那一堆都坏掉了。那一棵都没。旱死掉的。嗯。菌种下下去了，它旱死掉。哇，这几朵也漂亮。 被什么动物吃了一口，还有一个。哇，这个好。 好胖啊！这几个压在这里面了，这个上次没踩掉，太大了有点。这几个漂亮的，太小了。这一个大的，大的。哇，这个要是没看到，今天又漏了。哇，好好，这个大。 可以，还可以，很厚，还挺重的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收获，快一篓了，多是不多哈，但是很漂亮。采了几十就漂亮。你看，都是这种的。现在下一次，要等一个月之后了。